大家吉祥，我是觉明，目前担任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那今天是应南华大学人文学院发起大学生第一课讲座系列，我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南华大学大学生为何需要正念静坐。为何需要学习正念静坐？那现在我来，分享我的简报。再重复一下，就是大学生为何要学习正念静坐？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必要性？以及，方法要怎么做？最简单的一个能够学习、能够上手的。大学生为何要学习正念静坐呢？当我们从高中，那么进入到大学，欢喜雀跃的成为大学的新鲜人，那这时候呢，你要开始忙碌着如何来选课，怎么样可以顺利的毕业，什么专业，在这个科系，以及在这个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社团。或者什么活动要参与等等的，甚至你要开始交朋友，然后各方面你要接受，你要成为一个学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要有学习承担、负责，要懂得感恩，那这等等呢，就是你的生命还有人格的一个建立，就在这个大学的生涯里面呢。非常重要，然后但是呢，你会碰到很多的挑战、困难，所以呢，压力呢也会逐渐的比高中的时代更加的提升。那么正念静坐怎么样子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有因应的，可以让你减压，然后管理自己的情绪，提升你的学习动力。好，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有四个部分哈，四个方向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在南华大学呢，将正念静坐课程呢设定为必修以及毕业门槛。二，正念到底是什么意义呢？三，有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用正念呼吸的。一个方法，次第要怎么来做，有什么样的一个步骤，什么样的诀窍可以方便入门？第四，那正念静坐究竟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好处？那为什么我们在南华大学要将这一个课程呢，将这个正念静坐列入为正式的学分课程？好，一。必修以及毕业门槛。2012年，林聪明校长呢接任南华大学的大家长，那么在2013年呢，他就首开了全国大专院校的风气之先，他将正念静坐呢导入了大学的教育。很重要的生命教育，以及成为南华大学的办学的特色，那就成为全国唯一教育部认可的一个学分。那一大学生呢，我们的大一的新生呢，有1000多名的学生。那由于呢，师资只有8名，所以呢，场地也有限制，因此将学生分成2个梯次。依照科系来分班，所以总共每一个学期呢将有500多个学生，然后在每个礼拜三的第六节以及第七节的这个时间呢，那同步呢，学生大一的新生呢会在500多个学生呢会同时来学习正念静坐的课程，那么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呢，
的一个统计的学生学习的数字呢，从这一个表呢可以看得出来哈。好，那除了正念静坐呢，我们说除了是在室内的教室里面我们来学习静坐以外呢，我也经常带着学生呢到户外来学习坐禅啊，或者是行禅啊。那因为南华大学取得优势，就是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优美的清新的校园，宽阔的校园，所以让学生呢可以悠游在这个绿色的森林当中。那这个地方是在九品莲花大道，也就是靠近我们的学会楼的三好平台上面。好，那什么二，什么叫做正念？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正念。那西方把它翻译成 mindfulness。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正念相对的来讲，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想法，那没有办法活在这一个当下。正念就是我们将念头专注在一个地方，也就是活在一个 moment。那我们的脑袋到底装什么呢？所以西方英文这个名词叫 mindfulness， 那切开来就变成 mindful。 所以我的脑袋可能满了，那满了你都装了些什么？每一个人每天所想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每天呢想东想西哈。那么正念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将脑袋所谓的放空。那这一段的这个对话呢很有趣哈。I want to learn to live in the moment， 我想要学习活在这个 moment， just not this moment， 但是不是这一个 moment， 不是这一个当下， some other moment， 就是另外一个 moment， like a moment on the beach， 很像要去这个海边啊，沙滩啊，有的要去逛街啊，要去买东西啊，然后要去玩啊，要去看电影啊等等，就是永远都是活在另外一个 moment， 而不是当下的 moment。 所以呢这里又有另外一个图案哦。 The more I have， 我拥有的更多， The more I want， 那我就会需求更多，然后 I wish I don't want， 所以呢我期待我不想要拥有，我不想要要什么， But that's also a want。 连这样的一个念头，动这样念头也是一种 I want， 也是一种我想要什么。 You see, this is why I don't meditate。 所以就是这样子有一个讽刺啦，所以我不想要打坐哦。那这个就是有关于mindfulness 的一个反向的思考。好，那正念其实是佛教2600年释迦牟尼佛开悟对弟子们徒弟们的一个开示。那这样的一个正念呢，到底它的意涵是什么？古代印度的经典语言巴利文呢，它叫做 sati， 然后英文呢翻译它为 mindfulness。 那它真正的意思呢就是记忆，然后要觉察自己的内心。那我们如何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内心的念头呢？那个，所以我们的意识呢，就必须要非常的清楚。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意识很清楚呢？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心呢，我们要将我们的念头呢，专注在一个心，将我们的这一个心呢，放在一个地方，所以叫专注一心一处。那这个就是正念最原始的一个意涵。那将我们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跟空间切割为三个部分的话，现在这个 moment 叫做 present， 就是现在。那在这个现在的前面
发生过的事情，或者人，或者事，或者物，时间、空间，那个就称为 past， 就是过去。可是如果在现在还没有发生的时间跟空间，以及人事物都尚未发生的不可预期的，那个叫做 future， 也就是未来。所以正念其实就是要导引大家不要去想着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也不要去预想还没有发生的，我们就将我们的当下呢就守住念头，就守住在 present。 所以呢，各位如果在课堂里面呢，千万不要身体在教室，心到底在哪里呢？是 your body is present but is your mind。 好，那学习正念的一个基本态度呢，我们根据临床的脑神经的一个还有心理学各方面的跨领域的研究呢， Dr. Kabat-Zinn 呢，他首先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学习 mindfulness 正念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有耐心，然后也要能够培养我们的一个信任。那在这样的一个正念的练习里面呢，刚开始必然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学习，可是呢不要太过着急，所以也不要太过于勉强，所以它叫做不必特别的去勉强用力的意思， non-striving。 然后你要接受所自己当下的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种，不论是成功，不论是界定为失败，不论是痛苦，不论是快乐等等，我们都接纳自己当下的自己，当下的念头，然后所发生过的，不管是快乐的或者是不快乐的等等的过去发生的念头，都要让它 letting go， 就是要学习有这个放下的能力以及勇气。然后对于你怎么样子的去专注呢？去专注你的目标呢？那就是要专注这一个锁定的一个目标，以及要活在这一个现下，这个当下，那就是 the present moment。 然后呢也不去做对于当下的自己不要去做任何的判断，不要去做任何的评判，那要保持自己的一个耐心度，然后因为呢你就是一个初学者的心，那这个就是正念静坐的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在练习正念静坐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可以把握到正念的这一个要领，那就是正念呼吸。怎么样子来进入这个正念呼吸的一个练习呢？你可以三分钟、五分钟，甚至更长，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就随个人经常练习，就会越加的熟练。那首先呢，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在呼吸，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握住最好的一个要领，那就是建议呢，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标准的坐姿，这样的一个坐姿的七个要领呢，把握住呢，就比较容易进入这个正念呼吸的要领当中。那第一个就是双盘，就是这个腿的姿势，双盘、单盘、散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手应该要放在哪里呢？双掌上下互叠，大拇指互扣。三，脊椎要倒直。四，双眼微闭或全闭，轻松自然。五，嘴唇要自然的喉咙，合拢，上下齿相合，舌底上颚。六，脸部呢要保持微笑，
头一定要摆正。七，双肩要放松，双背下垂。好，那我们再仔细的来说明，看着这个图呢，我们腿的位置，年轻人呢，双腿都是比较柔软的，好，能够练习双盘，这是最稳的姿势。那不能次要就是可以单盘，但是单盘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经常换一个姿势。上一次你的静坐是右腿在左腿上，那现在下一次呢，你就要左腿在右腿之上，然后都不行的时候，那就是以上盘最自然的姿势来静坐。如果都不行，也是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叫做挂腿坐。好，那第二个呢，我们的手，我们的双掌呢，可以上下互叠，大拇指互扣，或者张开放在膝盖上面，一切都是要自然的姿势。然后这个打手印的时候呢，要放在我们的丹田的位置，也就是我们平这个盘腿的这个腿的上面，然后靠近自己的肚脐下方的腹部的这个位置上面，轻轻放着就可以了。那脊椎打直，脊椎一定要平直，绝对不可以歪掉。那因为我们的脊椎关系到我们的内脏的健康，所以平常要注意我们的坐姿，不论我们在打坐或者是在读书坐着，任何的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平正。那打坐的时候记得这一个蒲团呢，要将我们的屁股垫高，臀部垫高，这样才能坐稳。那我们的眼睛呢，最好就是能够微闭或者是全闭，让自己保持最轻松自然的状态。然后嘴唇呢要自然的合拢，上下齿要相合，舌头要抵住上颚，然后可以训练这个筋膜，避免用口来呼吸。那我们的脸部呢，记得保持微笑，头摆正。双肩呢都要放松，双背自然的下垂。好，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要开始呼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我都在呼吸啊，如果我没有呼吸，我怎么样可以坐在这里呢？听你讲课没有错，可是正念呼吸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当下我在吐气，我在吸气。好，正念呼吸的要领第一呢，觉察。觉察呢，我知道我正在吸气，我知道我正在吐气。第二个，吸气的要领是什么？吸气的时候专注的用点力气，身体呈现紧缩感，然后自己心里默念吸，然后身体呢紧闭这个气息，吸气进去以后能够停3到5秒，全身静止不动，然后并且默念止。正念呼吸的要领第二就是吐气，在吐气的时候身体要随着这个气息来慢慢放松。并且你要默念吐，那同时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吐气的时候，不管是吸气吐气，我们都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气息的长与短，但是一切呢都以自然为主，不要勉强让自己一定要气息多长，只要你常常练习，那你的气息自然会逐渐加长而且细。那温度，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吸气跟吐气的这一个气息呢，到底是暖的还是凉的，那这个都要清清楚楚。所以再复习一下正念呼吸的要领一呢，第一觉察，就是我要知道我正在吸气跟吐气。第二，我在吸气的时候，我专注的用点力气，身体呈现紧缩感，默念吸。那吸进去的时候呢，紧闭气息约3到5秒，当然你也可以拉长
到七秒都可以，全身静止不动，在默念止，那这个就闭气。那吐气的时候呢，身体要随着气息慢慢的放松，并且心里默念吐气，吸气吐气，清清楚楚的知道气息的长跟短，那也要吸气跟吐气要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气息的温度暖或者是凉，那这个就是正念呼吸的要领一跟二，总共有六个要点。那正念静坐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啦，我们怎么会持续来做这件事情呢？好，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你如果不断的练习的时候，你将会能够学习接纳现实以及事实的我们每天所发生日常生活发生的一切的人事物呢，你都有，不论它怎么变化，你都逐渐能够活在当下，有智慧有定力，那么就能够有接纳的能力。那第二个呢，你能够提升专注学习的能力，帮助你自己的课业以及判断。第二、第三，提高生活的品质。如果我们能够有上面的定力跟智慧的时候，当然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都是活在一个平静吉祥的状态之中，那我们的品质当然就会非常好，就是你的 IQ 很高，IQ、EQ 都很高，然后这个呢是可以说是当代最好的身心疗愈之方。那根据科学研究的一个报告，三四十年来，东西方的一个对于正念静坐的学术的研究所提出的几点的结论呢，就是说正念静坐可以提升我们学习的注意力，也这是一种最好的自我的生命教育。那正念静坐呢，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脑波，从这个贝塔波、阿法波到西塔波到德尔塔波，这样的一个波呢，能够让自己的看到这个波呢，就是我们内心的意识呢，都是逐渐在一个平稳当中。然后这个呢，就是一种情绪的最佳的管理。那情绪的管理稳定了，我们就会增强我们的意志力。一旦有意志力，无事不办，所有的事情将会成功完成。然后这就是最好的身心疗愈之方。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大学生这样静坐多么的庄严，我们学习觉察，我们学习活在当下，我们拥有了专注力，那么种种的身心会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于自身的一个自我的教育，自我人跟我之间，人跟自然，人跟社会呢，你就会产生了更大的包容度，还有开放的心胸，接纳的心胸，那这样子我们将是可以让自己生命呢更加不断的成长成熟，然后迈向一个完美的路。好，那今天呢我所分享的大学生为何要正念静坐这个单元呢就讲到这边，那谢谢大家持续的观赏，谢谢。